哥哥，篮子里的是什么呀？萝卜。给我吃的吗？嗯。喜欢吃萝卜吗？嗯，不喜欢。我喜欢吃土豆。不可挑食。哼。到了，小兔子，哥哥有好多小兔子，好可爱呀！嗯、过来。嗯。哦，嘿，小兔子。喏，拿着。萝卜，小兔子吃萝卜。点点萝卜，累了。哥哥，你头上戴的是什么呀？这个，抹额。抹额，好好看，我也想戴。不可。嗯？抹额。意欲归属自我，不可触碰，除非日后遇到命定之人、倾心之人，方可不必受此约束。命定之人